年谎话连篇，声称说会落实中秋二日就可以砍掉劳工七天假，所以推出了一例一休的法案，号称要以假资量，号称就能够保障劳工实质的中秋二日。结果所谓的新法上路以来，他们不但不劳检不开房，而且甚至还配合资方一路不断的说他们当初强逼通过的这个修法，所谓缺乏弹性，所谓问题很多。于是一年后砍掉劳工七天假之后，现在要重新修法，把一例一休里面对劳工硕果仅存的保障、以假质量保障通通都给撤除。当发现小英后援会的后援会会长，同时也是资方代表后，他公然说什么？他说台湾怎么会有过劳死，如果有过劳死也是劳工自己有病，台湾怎么会没有过劳死？劳动部自己的统计，每十一天就有一个过劳死，劳动部自己的检查，过去三年就有3000多件的过劳案件。结果跟大家报告，三年来我们的劳动部只对过劳的问题开罚了2件，11天就有一个过劳死，他只开罚2件，劳检没有落实，企业不守法的问题没有改善，长期加班违法责任制没有被监督，他今天要来强度关山，再来修我们的劳基法，再来把劳工可以连续工作12天的血汗劳动就地合法。有许多的执政党的朋友，你说台湾普遍血汗劳动的状况，劳动部说他们已经透过各种的方式，折页、海报、微电影、 Facebook 的宣传，提升各界对于过劳预防的这个重视。这件事情就像明明你知道同志们你需要的是法律上平等的权利，却跟我们说你们再等一等，行政部有办摄影比赛啊，我们也有在脸书碰照片支持啊，可笑。我们的赖清德院长上个月才说台湾少子化很严重，所以他在12月的时候就要提出完善的生养政策来改善这件事情。跟大家报告，这件事是个笑话，常常接到很多女性朋友打电话来哭诉的说，她的老板听到说她怀孕了，就非常非常不友善的脸就出来了，接下来故意加重她的工作，加重到她阴道开始流血，要流产了，要去安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老板想要把他逼走。为什么老板想要把他逼走？因为老板说这些孕妇不愿意配合加班，他们以后有了小孩要花很多的精力在照顾小孩，更不愿意配合加班。为什么这些老板不把人力聘足，而是要所有劳工都配合加班，配合到很多的劳工他自己怀孕都流产了？这个是我们今天年轻劳工生存的现实状况。为什么政府看不到，还敢奢谈说你要什么促进完善生养政策，根本没有用。因为最基本的问题你没有看到，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劳工根本就过劳，而且非常低薪，生存都有问题。台湾今天可以被正式认定成过劳死的案例，大家已经在说了，每十二天就有一个人过劳死。可是我要说，真正在台湾已经过劳没有办法得到认定的人根本不止这些数字。什么叫12天才有一个人过劳死？每天都有人因为过劳去看自杀门诊，去看忧郁症的门诊，去看心血管疾病。光是104年，大家知道吗？全台湾有480万的心血管的门诊人数，这一年花掉的心血管疾病的门诊费用是300亿。300亿，如果今天一个建设它要能够通过，它都要经过评估，环境影响评估，经过健康风险评估。为什么劳基法的修正案不需要通过健康风险评估？如果我们台湾劳工都还在用赚加班费来当作自己退休以后的看病钱，那我要告诉大家，这个看病钱远远超过你能加班赚得到的钱。当时